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11页，410页，我们从第三行念起。从注解，教授名字，借闻十方，此集48愿中第17愿，诸佛称叹愿，第18生念必生愿，第19文明发心愿的根本。欲令十方众生闻佛名号，乃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乃至下至生念，皆悉得生。经中的殊胜，就是殊胜在此地。我们这一生如果遇不到这个法门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很难成就。成就的标准是脱离六道轮回，换一句话说，其他法门实在讲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我们成就无上菩提，可是都要断惑。或是烦恼迷惑，烦恼无量无边的，佛将烦恼归纳为三大类。第一类见思烦恼，我们对于眼前一切诸法的真相迷了，于是乎都看错了，都想错了，看错想错，当然就说错了，就做错了。这些错误会引发业报。如果错误当中心行善，感的就是三善道的果报；如果不善的，则感的三恶道的果报。这就是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这没有成就啊，这苦不堪言呐！比这个更高的，那有尘沙烦恼，有无明烦恼。一层比一层困难，突破无明烦恼，这才算是成就。不但超越六道了，他超越十法界，真成就。超越六道轮回是小乘的成就，
这是真难啊。烦恼能断吗？我们看看经教里头告诉我们的，烦恼从哪里断起？看小乘出苦，大乘是性位的菩萨初性位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讲五十一个位次，是性，好比是小学；是住，好比是中学；是回向，是大学；是地，是研究所。啊，等觉是博士班，我们用这做比喻，大家好懂。啊，初性位的菩萨，这入门，真正佛弟子，啊，上小学一年级了。小乘出苦，叫须陀洹。他的条件是真正放下身见、五种见惑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这三大类错误的看法，他放下了。才能真的了。我们试试看，能不能放下？如果我们不能放下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没入门，你在佛门外呀。证得出果，才是真正佛弟子。这一桩事情对我们来讲呢，真难处了。五种见惑我们知道，五种思惑我们也晓得，思惑是贪嗔痴慢疑。见惑断掉再断思惑，它有层次的。啊，断见惑证出苦，是惑在上面三个位置，啊，小乘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才断尽，啊，是惑断尽，证阿罗汉，这就出六道轮回了。出果。二果三果都没有出六道，但是他是圣人，他不是凡夫，他证得微不退，不会退落到凡夫。啊，我们就说须陀洹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就出离六道轮回了。我们自己想想，这个实在是断不了，那只有这个法门可以得度，净宗法门，啊，净土法门。这个法门跟我们说待业往生，也就是不必断烦恼，烦恼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去，就能往生。可是它有条件，
烦恼虽然没有断，往生那一念，烦恼不起信心，才管用。如果往生的一念呢，烦恼起来了，那不管用。往生的一念呢，要是阿弥陀佛才行。生念，一念必生。最后一念是念佛，没有烦恼的念头。这桩事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可不容易。谁有能力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？没有一个人敢保证。人怎么走法也不一定的。想到这桩事情，我们不能不做周全的准备。这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认真念佛，把佛号念熟，熟透了。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我们往生的保证。万缘放下，不单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。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就是佛法。他说的有道理，如果法要不舍，你还执着这个法，那换一句话是，你虚脱还果都证不到。佛说得好，真实状况全交给我们，我们要会听，我们要能够体会佛的意思，要把这个讲的话听懂，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为什么要放下？自信清净心中，你想有佛法吗？自信清净中，清净心中一法不立了，哪来的佛法？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佛法因缘生呐。因为有世间法，所以佛就建立一个佛法，可别把佛法当真了。世间法我不执着了，我执着佛法，不是叫你换对象，是叫你把执着放下。换对象不行啊。那叫你说一切法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又害怕。你没有把握了。所以佛方便起见给你建立一个法。要懂得佛法是因缘所生法。中观论说得很好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八部中观里头说的，那个我是释迦牟尼佛，佛讲的。所以一定要懂得。要慢慢体会到真相。佛在大乘教里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但是通通在言外。李老师以前告诉我们，
看佛经，听佛法，要懂得弦外之音。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教我们学习 佛法的方法，听经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你就真听懂了。看经，立文字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这个经你就能看懂了，不能着相啊。着相是有执着，有分别了，有起心动念的全错了。佛讲的真好啊，只要你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证得佛法了。佛法是你心里的心法，不在外头，通通在自心里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法身就是自心，法心法身没相啊。现在有一些宗教说真神没有相。那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法身一样啊。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所以称它做法身，就一切法之本身。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这现在科学家知道，一切法都是从波动现象里头发生。理太深了，深密现象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，所以叫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。法身无相，法身无不相，法身的体无相，法身起作用，什么相它都能现，能生万法。虽生万法，万法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因此通通不能执着。执着就错了，不执着就对了，所以空有两边都要放下，都不能执着。二乘人执着空，凡夫执着有。二乘人能够离开六道轮回的苦报，比我们好多了，但是他还是放不下了。我执没退法执啊。那么这个法门是直方立相，确确实实给我们指定一方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教我们智持名号。你看佛法破执着，这个法门呢就叫你用执着。你不喜欢执着，执着放不下吗？
把执着换掉，事出世间的执着放下，就执着阿弥陀佛。这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善巧方便，巧妙到极处了。你念这个名号，就跟他相应。那其实名号的意思全是自信啊，阿弥陀佛四个字梵语音译过来的，要翻成中国的意思，阿梵造无，弥陀梵造量，佛梵造就，无量就。无量就是什么？自信，人人都有无量觉，人人本来是无量觉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点都不错。阿弥陀佛就用无量觉做他的德号，劝导大家念这句佛号，跟他就相应。跟他相应，跟自信相应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名号功德无量无边的，真难信。如果真正相信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他在现实这一生当中就一桩事情。念阿弥陀佛，除念阿弥陀佛之外，他没事。啊，早年我跟李老师在一起，老师给我说了很多遍，他很想学乡下的阿公阿婆，学了几年学不像啊。不简单啊，中国古人所说为上智与下愚不已，这两种人是决定觉悟的啊，上智上上根人，那个阿公我是下下根人，最下根人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你问他什么都不晓得，哎，他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笑眯眯的，像弥勒佛一样，看到你笑好像很傻一样傻笑，你问他什么都是阿弥陀佛，你跟他讲什么话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就点头，啊，也不知道听见没听见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这种人往生，往往是上上品往生。那为什么？他跟上智的人不一样，但是用的功夫一样，用的方法一样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那得的果报应该是一样。不敢轻视啊！对这种人，我们要恭敬顶礼啊！啊，庐江有几位法师来看我，我就说这个给他听。哎，他说他们寺庙旁边有好几个，我说那是菩萨，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他，不要看不起他，往生成就在我们之上。我们对他要恭敬赞叹啊！有这种人，这种人就真念佛了。我们这个念佛里头还夹杂着不少杂念呢，他不夹杂了，他是纯净纯善的。所以这种人，寺庙旁边附近有这么几个，这寺庙有福，由他们加持啊，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。那为什么有真用功的人在那里？那是菩萨啊！往往这些人说没人瞧得起啊，都不理会，这是我们的过失
我们懂得了，明白了，看到这个了，就会自然对他礼敬、称赞。所以这个生念必生，我们要牢牢记在心上，最好是把这句佛号念在心上。李老师以前教给我们，把我们心里面不善的念头放下，善的念头也放下，把阿弥陀佛装在心里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才能够做到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这法子好啊！听经是为了断疑生信，目的在此地。我的疑心没断，我的信心升不起来，信心有了，但是信心力量不够，对这个世界还放不下，这就是信心力量不够。信心力量充足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了，只有这一念。念到个半年一年，问你往生有没有把握？你会拍拍胸膛，我有把握。净土圣贤录、往生传所记载的，真正念佛人，3年往生，占一半以上。我年轻初出来讲经，30几岁，33岁出家就开始讲经。基隆有个德荣法师，现在不在了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曾经提出一个问题问我。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也有。往生传、净土圣贤录里头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念佛3年就往生了。他问我是不是他们寿命就到了。这个在逻辑上讲有问题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？2、3个可能有啊，不能那么多啊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有寿命不要了。我跟阿弥陀佛这个信息通了，我的寿命不要了，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行不行？行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宋朝迎客法师，那不就是个例子吗？迎客法师是个破戒比丘，他的好处就是他相信因果，他知道他所作所为必定堕无间地狱，那想到无间地狱他就害怕。他向他的同参请教，有没有方法叫我不堕地狱？就有一个同学给他一本往生传，他就读，每读一个人都流眼泪，非常受感动。这本书看完之后，下定决心，
把自己关在疗房里面，不吃不喝，也不睡觉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念了三天三夜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真心真干了。佛告诉他，你寿命还有十年，等十年到了，到你命中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这等于说佛给他受记了，他还有十年就可以往生了。他很聪明，他向佛要求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什么原因呢？我的劣根性很重，经不起诱惑，这十年我又不知道干多少坏事。恐怕到这个时候不能往生，我现在就走。佛就答应他，行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。三天之后真走了。为什么当时佛不带他走？要等三天，这里头有道理。当时带他走了，人家把房门打开看，盈科自杀了。不知道往生，以为他自杀了。是三天之后呢，他有足够的时间把他的信息传给别人，让多少人注意这个事情，然后看到往生真的不是假的，增长对净宗的信心呢。所以他向寺庙人都说，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人家不相信啊，你这个无恶不作的出家人，关在房门关三天，佛就会来接引，没人相信。好在三天不远，大家看，看你三天往不往生。到第三天，他请求大家念佛送他。大家欢喜，好，我们送你。果然念了到一刻钟。古时候的一刻大概是我们的半个小时。半个多小时。用古时候只用十二个时辰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。用十二个时。我们现在用这个时是西洋的。24。称为小时，我们的时辰比它大。盈科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我要走了，跟大家告辞，真走了，没生病啊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。这一桩事情记载净土圣贤录记在往生传里头，暗示全书西归之职这里头也记录了一小段，所以真求往生呢，佛很慈悲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真正到练功夫练熟了，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碍事。为什么多住呢？多住绝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度众生。还有有缘的众生，你跟他讲他相信。那就是我要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。这是阿弥陀佛很高兴的事情。这一部经，这个汇集文，夏莲老用了十年的时间汇集成的。可以说是五种云一本的集大成。
重复的地方一再斟酌。消身一切，文字通常很容易看懂啊，五种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不漏，专门为世尊末法九千年做得度的精粮，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我们能够遇到，真不容易。啊，黄念老他的脊柱。实在可以说是这一部经圆满的注解，用心良苦啊，不用自己的意思来注，用集注啊，自用自己的意思来注，回报的人就更多了啊。现在人瞧不起古人，也瞧不起真正有德行、有修成，他瞧不起。啊，他会回报你，你有什么资格住？啊，念老说不是我住的，佛在这个经上说的，那个经上说，古来祖师大德说的，都他们讲的，不是我说的，这大家没话说，这是智慧。总共采用了193种著述，所以看他注解等于读了83部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语录啊，经稀有，注也稀有，我们有缘得到的这也是稀有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啊！极乐娑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自然会放弃娑婆，求生极乐啊！这就现在人讲的移民呢。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个这个经本是护照啊。保证书啊，一教修行的人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，真的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下面是故知众生得度，守在文明。这是弥陀无比殊胜的大愿，给我们开了这样方便之门。听到这一句名号，阿赖耶里头就种了佛种子，就跟极乐世界有缘。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故法藏菩萨愿成佛时，佛之智慧光明，这是他希望得到的。啊，第一个，如同佛一样的智慧光明，国土超生殊妙。啊，他建立这个道场。啊，实在这个国土是道场，无量寿经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，这很特别，
一切经佛只讲一遍，没有讲重复的，唯独这部经多次宣讲，所以译本里面出入很大。啊，不同的意思很多，这绝对不是一次讲的。啊，古人判断，至少是三次以上，因为还有七种翻译本子失传了。本经在中国12次翻译，现在留下的5种翻译本。如果那7种要是发现，可能还有不同。为什么要多次宣说度众生最重要的一个法门？啊，希望大家遇到别的法门，没有办法断烦恼，不能成就，就去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肯定成就，保险的成就。啊，所以道场殊胜。极乐世界是个道场，佛说这么多次，只说极乐世界2种人，一个是阿弥陀佛，一个是菩萨。阿弥陀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，他是学校，是个大学校，只有老师跟学生呢，没有过往啊，没有玉皇大帝，没听说极乐世界，没有四农工商，它完全是个学校。啊，这个我们今天跟世界其他宗教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交流的时候就可以把佛法介绍给他们，因为现在很多不同宗教他喜欢知道佛教是什么。佛教是教育，神圣的教育啊，到极乐世界去上学去的啊，拿到最高的学位成佛，你就可以回到你宗教啊，宗教好比是家里有父母，学校有老师，没有冲突。啊，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。那为什么呢？成佛嘛，成就圆满的智慧嘛。啊，你到你那个宗教里去做神做天使，好啊，可以普度众生啊，一点妨碍都没有。啊，我过去在美国人数不多，10几个美国人，我们的邻居4人啊，他们来找我，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好像每天都很快乐啊，到处看到你们都是满面笑容啊，你们是学什么？我们就告诉他，我们是学佛的。这佛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给他讲，佛是快乐，了，他们要快乐。佛是清净，清净他也要。佛是长寿，长寿更要了。那这问题就没有了。我说好。我们星期六跟你们开个班，欢迎你们到我这边来，学智慧，学清净，学长寿，那跟我们一样快乐。那星期天呢，他们上教堂，没有冲突，教堂是你们的神，啊，你们跟神是父子关系，啊，你们称他做父。啊，称上帝，啊，自己是上帝的子民，
在佛这里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学校，不是教堂，不是天堂，是学校。很容易接受啊！啊，很欢喜学习。啊，现在还有一些西方的朋友，他们对轮回感到挺新鲜的。问：轮回是真的吗？我记得西方有这些资料，早年我在美国看过。啊，西方人的轮回。啊，特别的是，这些年来，西方的催眠很发达，到处都有。催眠能说出你一个人，过去的，过去也是，再过去也是。啊，我看到有一个报告，他这个催眠的深度，倒好像过去啊。80多世，4000年前，啊，他能说出来，他住在岩洞里头，在那个时候没有房子，住在岩洞里头，打猎为生，啊，说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。啊，证明真有啊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还有在催眠当中啊，说明现在跟家里啊、妻子儿女前世的关系啊，过去生中啊都有缘分，又转世来了，又到西方。啊，还有人知道在催眠时候开始晓得，过去生中住在哪个村庄，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啊，他死了以后埋葬在什么地方，去找，果然找到，啊，看到病历一查，没错，是这样的，就证明真的不是假的，人不是死了就没了。我常讲啊，人死了就不得了啊，必须在每一口气在的时候啊，要把我们的问题解决，不再搞轮回了，轮回不好玩了，很辛苦啊。啊，今天我们找出一条出路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人人有份，人人都去得了。啊，我们才学。如果学了没有把握，啊，要断烦恼，要断习气，这个难。那我们找一个很轻松的方法，啊，很有把握的，生念必生。啊，学校过途就是学校，殊胜微妙。导师，极乐世界只有导师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往生去的人程度不一样，有菩萨往生的，高级版；有二乘人往生的，中级版；我们人天往生的，初级版。他那里分三班。啊，但是三班是平等的，啊，是有三班，没错。待遇平等，阿弥陀佛加持，通通都做阿惟一致菩萨。换一句话说，
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都跟十八土的菩萨平等。这没听说过。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，从来没有说哪个佛国度里头有这桩事情，平等的。啊，所以诸佛，所有诸佛刹土，就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一样，不平等。啊，菩萨住十八土，我们见不到。他能见到我们，我们见不到他。啊，阿罗汉住方便土，就是四圣法界。十法界里面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方便土还有四层。啊，高可以看下面，下面看不到上面。极乐世界通通都能看见，不但看见，就好像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上课。啊，这个我们在经文里读过了。佛以夜莺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尽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，夜莺说法，不同的程度人就听，前身就不一样。我程度浅，听得浅，我明白欢喜。他程度深，他听得深。我喜欢听无量寿佛给我讲无量寿经。那个人喜欢法华经，听的佛跟他讲法华，不一样了。啊，即佛讲经没有教材，听经没有课本。你想听什么，听到那个声音，哎，就是佛说。佛就是给我讲这部经，所以特别亲切。佛为谁讲的？为我讲的。啊，一面听经，就我看这个经看这么多遍了，啊，也讲了10来遍了。我看到一桩什么事情呢？真妙，妙极了。啊，我发现一桩事情。往生极乐世界，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是学生的。出讲堂呢，出讲堂就成佛了。没有成佛，你不会出讲堂。离开讲堂就成佛了，不可思议啊！那修行无量劫，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刹那，一刹那延伸就是无量劫，在极乐世界念劫圆融，没有时间限制。真是这个样子的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这个身不是肉身呢？我们现在这个身呢，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，阿赖耶是妄心，他当家做主。到极乐世界没有妄想了，个个人转识成智，在哪里转的？在莲花里头转。你看我们这个身舍掉了，啊，阿弥陀佛拿莲花接我们，我们坐在莲花里头，莲花合起来了，到极乐世界莲花开了，莲花开了身就变了，这肉身没有了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所以到极乐世界的身是发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发性土，法性不生不灭，阿赖耶是生灭的，无常的，
发心真常，不生不灭。所以不要吃饭的，不要睡觉啊。极乐世界没有什么月亮太阳，一片光明，佛身放光，每一个人身都放光，花草树木放光，宫殿放光，大地都放光，光明世界没有黑夜。所以你进讲堂去听经，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出来了，成佛了。不成佛不出来呀，成佛就出来了。出来到他方世界，跟你有缘的世界，你到那里去造佛，去教化众生。啊，经上讲，你的名号叫妙音如来。妙音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妙音。我们是因妙音成就的。将来我们教一切众生，通通是念佛法门，非常不可思议啊！如果你对其他像华严、法华、楞严这些大经大论特别喜欢的，你在极乐世界听经，那就听那个经，也听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成佛了。极乐世界是一个佛教大学，是个速成班，非常快速，一定要把握住啊！这个机会放弃了，下一次再碰到，肯定会碰到，但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啊。李老师说的“长期流转”，这一生不把握。不眠长劫流转，这都真话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抓到这一点，就抓到一切了。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了。啊，我学了60多年了，讲经55年。我26岁闻佛法，33岁出家，出家就在三藏学院教书，就开始讲经。啊，第一个讲经的道场，台东佛教莲社，那个时候的住持明训法师，啊，我们的师兄弟好像还在吧，在国里，啊，对，他还在，啊，头一个他请我去讲经，我对外讲经第一个在那里，讲阿难问世佛偈雄经，啊，这么多年。大小经讲了几十部啊，啊，最后的选择就是选择这个汇集本，啊，本子是李老师给我的，他在台中讲一遍，我没听到，那个时候我跟他不认识，啊，在法华寺讲的，大概时间也不是太长。他老人家讲经一个星期讲一次，啊，这个经我相信大概也讲半年，啊，他的眉注，自己用毛笔写的，老师讲这部经的时候，60多岁，不到70岁，啊，这个本子给我了，我从头到尾一看。无量欢喜啊，因为他的注子我看得懂。
啊，那个时候我就发心想讲，给老师报告，老师说不行，你太年轻了。太年轻，我就学其他的经我都讲啊。他说这个经有争议，啊，有一些法师不同意，他们出来讲话反驳，你抵不住。啊，我那个时候没想到这些事情，啊，所以就把收起来了。到老师往生了，我在美国。这本子我找到了，想纪念老师，把这个本子印了10,000本，啊，在海外流通，每一个人看到都欢喜，找我来讲，所以我第一次讲这个经，在加拿大温哥华，啊，第二次。在美国加州，以后回到台湾，台湾同学找我讲，在台湾好像讲过2-3遍，总共讲了10遍，用老师的本子讲了10遍，啊，没有想到这些年来，果然遇到这么大的风波。老师的话影响了，好在我们年龄也大了，能经得起，啊，能不为他们所动摇。啊，那么依照这个经修行的人非常之多，啊，这个本子。印的也多，到处都印。啊，真真是个好本子，用世间法来说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本子全有啊！不但能帮助我们往生呢，就世间法也了不起啊！啊，所以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。啊，导师名号功德普闻十方，断为众生闻名发心，得生极乐决定成佛。啊，这是弥陀教化众生。目的之所在，帮助大家往生到极乐，听他教诲，啊，决定成佛的保证的教授，啊，这个地方讲经文上讲的教授，教授宣传圣。明之为教，训诲于义也；明之为授，啊，佛经上称教授。我们有时候连到教授和尚，其实和尚就是教授，教授就是和尚。啊，和尚是印度话，清教寺，不是普通教授。他亲自指导我的，我是他的学生。那我这一生，我的亲教师黎明南老居士是我的和尚，我的法从他那来的。啊，这个和尚啊，在家人可以称，不分在家出家。啊，清教寺，比丘只有出家人专称。
在家人不能成，啊，法师在家人也可以成，啊，不分在家出家，不分男女，教授也是如此，啊，教授也不分男女，不分在家出家，他有修行，他有智慧，真正能指导你的，这就是教授和尚。即教导与传授经法义理之意，啊，这样的人才称为教授，如是之善知识，称为教授善知识。经之经文呢，乃其简称，义即导师，啊，从义理上来说呢，教授就是导师，啊，我们一般把导师看得更高。在佛门里头，只有佛称为导师，啊，对人称导师过分了，不应该的，啊，称大师就更不应该了。佛门的大师只是佛称大师，啊，你看翻经的法师，啊，三藏法师都不称大师，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三藏法师他精通三藏，啊，也等于说他的学历，啊，他是三藏法师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要清楚。啊，导师虽然是尊称，但是不适合。可是大师唯有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，但是净土宗的祖师都是往生之后，这一个时代的人，大家尊称他为这个代祖师，他没有乘船，不像其他宗派，他有师承乘船，净土宗没有，净土宗是民主民选的。往生之后，大家选的，啊，他修净土，对净土的弘扬有特殊的贡献，啊，在这个时代第一，举他为祖师。如果没有这样人，宁愿恐他，啊，所以净宗只有十三代，你看慧远一直到唐代才有善导，这当中好几百年。啊，都没有，啊，没有这样的人就不说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，他不是在世的时候成大事，他已经往生了，啊，那么净土中的祖师呢，真的是大事，跟佛没有两样，啊，他传的这个法门。当生成就，啊，只要真干，没有一个不是当生成就，所以跟佛没有两样啊。下面这一段，愿普摄，摄受是对象，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对象。是哪几类？诸天、人民、云、软类，啊，即缘来生我国悉作菩萨，这心量不可思议。啊，诸天、人民、诸天，这个里头。四禅天以下，四空天没有。为什么？四空天他不学佛，他有个很大的误会，以为四空天就是大般涅槃，他已经入大般涅槃了，啊，他不再接受佛法。
啊，那么就叫长寿天，八难之一。八难之一是的长寿天，就是指他们。啊，四禅天有，四禅天的天主，就天王，经常礼请佛菩萨到那边讲经说法。啊，是这样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啊，四禅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，啊，大梵天王是初禅，啊，往下是欲界，欲界第六天的天王是波旬，我们称他做魔王，啊，也非常了不起。啊，你看，第二层天是忉利天，中国人称玉皇大帝。啊，许许多多宗教里的天主都他。啊，佛门里面称为忉利天主、忉利天王。啊，往上去，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。每一个天都有天王，啊，这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啊，学佛的人学得好，没有发愿求生净土。多半都是到这些天上，大概都在欲界。为什么呢？欲没断，啊，身见没破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有啊，欲波。升的天就越高，越浓，升的天就越往下面。这是在天道啊！如果造的恶业，那就是三恶道啊！三恶道，业因是贪嗔痴啊，贪心重的鬼道。嗔恚心重的地狱道，愚痴重的畜生道。啊，造的业，杀盗淫妄。啊，心是贪嗔痴慢疑。造作的是杀盗淫妄。这个里头重的。就都到地狱去了，啊，轻的是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在人天，啊，诸天、人民，啊，包括六道里头，这里头有云、软、类，这是畜生道。三界众生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念老的诸界，诸天人民，即云小飞虫、软小爬虫，来生我国悉作菩萨，这些小动物。有往生的吗？有。啊，真有。我们对这些小动物要爱护，不要伤害它。
他跟我们非常合作。啊，最近这个十年，我们移民到图文堡，图文堡地很大，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院子很大。啊，我住在山上，我那个院子28个阴谋。和中国一百多亩，啊，一个阴谋是6个中国亩，10个就是60亩，20个就是120亩，啊，我还有6亩，6636，270亩，那么大的地方，院子。外面有我用铁丝网围起来，我们有很大的菜园。啊，办活动的时候，1000人可以共结1个星期，自己种的菜。那么种菜，就由虫来吃啊。我们跟虫订约啊。啊，我种的菜有一个区，画一个区，专门供养小虫的。我们也非常这个用心来栽种的，不是说给虫吃的我们就不管它，不是的，也种得非常好。啊，但是除这个范围之外，你不能侵犯我的。这小虫听话了，那所以我们不用农药。没有化肥，啊，给这小虫，啊，我果木树很多，种了很多果木树，鸟吃，也指定几棵，专门供养小鸟的，你们来吃，没有指定的，你不能来吃，你来吃就犯了盗戒，啊，你偷三宝物。他们真守规矩啊，比人好处啊！人不听啊，他们真听话了。啊，有一些同学们家里，他院子没有我们大，但是也种一些菜、果木树，用这个方法都有效。啊，不是我这一家了，我所知道的有10几家，通通都有效。啊，那么我们菜园、果木树上都放的有念佛机，念阿弥陀佛，所以我们的菜园一片阿弥陀佛声。这些虫鸟，啊，小的野兽，啊，小袋鼠、兔子、野兔都是野生的，啊，鸟很多，啊，都像家里养的一样。一招手，它就来了。啊，通通是野生，它能不成佛吗？啊，前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学院里头停车场有2棵枇杷树。啊，这个树枯死了。我们里头有个年轻出家人，梦到树神，托梦给他。啊，跟他讲，我们学会到那里10年，他很感恩。他听了10年经，念了10年佛，现在阿弥陀佛接他往生。树神，枇杷树神，往生。这消息传遍了，我就给大家说，你们不如树神。
你看书生十年这么这样书生的成就，那我们在这十年不好好的修，还在造业。啊，树枯了，锯掉了。啊，留下一个座子，上面给他塑个像，就算是树神，常常供养他，常常看着他。他是我们的好榜样，花神、树神、草木神，往生的比人多。真听话了，真干了。啊，来生我可悉作菩萨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可思议。群生之类，生起过者，无有二乘，唯是菩萨彼不佛矣，这叫不处菩萨，后不佛。啊，像现在弥勒菩萨，他不释迦牟尼佛的位，啊，他在塔里天，后不佛。忉利天的寿命到了，他就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。娑婆贤劫第五尊佛，释迦是第四，啊，弥勒来成佛，啊，他的法缘也非常殊胜。现在有不少修弥勒净土，那都是往生，都是天。将来弥勒来成佛，他们是佛的弟子，啊，像舍利弗、摩揭连这样的身份。啊，可是弥勒菩萨的条件很高，你要到他那去，要修五重唯识观。五重唯识观，我们自己想想做不到，很难成就。一重比一重严格，纵然五重很顺利的修成，总得要两三百年，我们哪有那么长的寿命？难啊！修成的有很少，虚云老和尚修成。啊，其他的人修的时候没成功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走了之后还是搞轮回，非常可惜啊。他如果修弥陀净土，他真能往生。啊，这个就是难跟易，自己要衡量，不要跟自己找麻烦。弥陀净土比他容易，成就比他高，为什么呢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往生到斗率天没那么高一位次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又应该要知道，不处菩萨为什么住斗率天？为什么他不住桃花自在天？啊，斗率的意思，斗率是梵语，意思是知足、表法的。成佛要什么？
知足才能成佛，不知足的人不能成佛。这个意思很深呐、啊！后补佛一定都住在知足天，为一切众生表法，知足是心的，自心里头本来是这样的，那不知足就贪心。贪无止境啊，那到阿鼻地狱去了。不仅是恶鬼，恶鬼通地狱。那所以一定要知足。世尊当年在世，19岁离开家庭之后，过苦行僧的生活，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知足啊，知足常乐，他真乐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你跟他见面，你真的都感受到他法喜充满，人为什么这么苦？不知足，知足就离苦得乐了。这个表法，这个示现的意思很深很广。我们要懂啊，看到弥勒菩萨，不但要懂得他的慈悲，大慈大悲，看一切众生，要看他的知足。弥勒菩萨表这两种法，佛门里面，佛菩萨、诸天这些塑像、画像，通通是教学的、表法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教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将教学跟艺术结合在一起。艺术化的教育充满了智慧，如果你真正懂得表法的意思，不用说话，你到寺院，寺院是学校，转一圈你就学会了，你懂得他的意思，你就会醒悟过来，你就不迷惑了，你就能离苦得乐。不用说一句话，你看菩萨，菩萨看四大菩萨的表法，这是大乘，四大名山：地藏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。要从地藏开始。地藏，地下有宝藏，那我们就开采啊。开采地下宝藏，那么它表心地，心地里头
有无穷无尽的宝藏，就是世尊在华严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在哪里？在心地里头。你要懂得开采啊！用什么方法开采？地藏菩萨所表的孝亲尊师，净业三福里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是开发自信宝藏的工具。你没有这个东西，宝藏虽然有，出不来，等于没有。世间人只晓得这个孝亲尊师重要啊，佛讲的透彻啊，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能不孝顺父母吗？能不孝顺师长吗？不可能啊，那也不孝顺，工具丢掉了，宝藏开不出来了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没出家，那个时候还上班。就有朋友长官问我，你开始学佛了，那佛教里那些神像啊，那么多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他怎么说法呢？那就给你们呢，这政治搞活动的时候贴标语，这个他好懂哦，贴标语。是，我说贴标语，你们标语写的什么意思？那说一个像，比标语就更有意思啊！它是表法的啊！你说我们讲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写这几个字贴在，大家看到知道，随顺地藏菩萨像更不一样啊！它就代表这个意思啊。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以慈悲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这非常重要。帮助人没有爱心不行啊。今天这个社会缺乏什么？缺乏爱心。真的缺地藏，缺观音，通通缺了。文殊的智慧，普贤的实践，全没有了。四大菩萨的道场香火鼎盛，大家抢着去烧头炷香，表法的意思完全没有，拜拜了。香白烧了，这佛门是教学，你他用意多好啊！样样都表法，连建筑都表法。你看大殿，外面看两层，里头看一层。那为什么不用一层，外头盖两层呢？表法，外面看的是二谛，真谛、素谛，真素二谛。里面呢，真素一如，真素不二，它取这个意思啊。一进去就说，这不二法门，这多有味道。烧香，学佛的人天天都烧香，
烧香什么意思？提醒自己，相代表界定真相，见到相，闻到相，就想到要修戒、修定，这香没白烧。提不起戒定，这个香白烧了。有戒定，跟佛菩萨就感应，香有这个意思。相表性相，啊，性相是取古时候战争用的传递信息，啊，你看中国长城标准的防御工事，每一段里头有烽火台，烽火台就是香炉。我这个讲话你就懂了，边疆出了事情了。怎么样把这个信息赶快传到皇上那里去？点狼烟，啊，狼粪烧的这个烟，风不容易吹散。哦，那边看到，这边看到了，赶快点，一直点到那里。大概很快的时间，几个小时，从边疆的事情，这皇上知道。古时候没有电话了，用这个传递信息，信相表我们跟佛菩萨啊同信息，但是这个信息是以戒定做基础，没有戒定不同，就有故障啊，以戒定慧做基础，表这个意思。灯蜡烛表燃烧自己照耀别人，啊，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，全都是教学，我讲《华严经》，讲那些众生，我通通都把他们说出来。现在社会上各行各业，华藏世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，不是讲别的，没有一样用不上的。啊，真正用上了，学以致用，这个佛法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。啊，整个佛法讲，实在讲，就是讲自己本人啊，没讲别的。啊，毗卢遮那佛是自己的自信。就是法相佛，遍一切处。啊，平等的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遍一切处。它不是物质，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没有现象，跟虚空一样，遍一切处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这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，啊，是自己的清净法身。从法身起报身，从报身起应化身。啊，虽然它有这个作用，这些作用实在讲没有痕迹。大乘教里称它做不可思议。
佛法有大利于世间法，世法佛法是一不是二啊，就是真俗不二，真俗也如啊，说二方便说，说不二真实说。啊，真实的意思很深。佛对小乘不说，对初学的人不说。啊，所以世尊教学，当年在世，最初12年讲阿含，讲小乘，大家容易懂。小乘讲什么？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。啊，主要的目的是叫你在六道里头掌握住人天两道，不堕三恶道，也不会变成罗刹、阿修罗。啊，往上再提升。你看，12年之后，讲方等8年，啊，再往上提升22年般若，讲般若全是讲真话了，完全是世尊亲证的境界，啊，真正觉悟者的境界了。方等里头有，但是不圆满啊！到般若再讲圆满了，也不大般若经讲什么？我看了一遍，写了12个字。也不大般若，世尊告诉我们：一切法无所有。毕竟空不可得，这一切法包括佛法，这是佛讲真话真的明白通达了，你就一切都放下了。一切放下了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你功德圆满了。啊，放不下的是众生，放下的成佛。弥勒菩萨高僧传里头有他的记录，宋朝高宗的时候跟岳飞同时来，菩萨出现在奉化浙江，啊，当时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，在奉化住过很长一段时间。每一天背一个布袋，到外面化缘，人家供养东西都放在布袋里。所以大家都叫他布袋和尚，啊，耳朵很大，人很肥很胖，啊，满面笑容，大家都喜欢他，特别是小孩。
啊，有人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把布袋往旁边放下，两个手一张开，啊，垂到下面，别人一看懂得了，放下。放下以后怎么办呢？他把布袋慢慢拿起，背在身上走了，理也不理。这就是他的佛法。啊，放下就成佛了，成佛之后度众生了，所以他提得起啊。放下之后提不起来，就变成小乘，啊，声闻缘觉，啊，放下之后要提起来，提起来之后跟放下是不二，虽然提起来，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啊，所以他的放下跟提起是一不少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是，最初的放下是你的起步，最后的放下是度众生的起步。那个放下是吧？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啊，开始的放下是放下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放下这些东西，啊，甚至你是身家财产，统统可以放下，像释迦牟尼佛那样，啊，那是头一个放下，因为这些东西放不下。你心不清净啊，你的功夫没有着力之处先放下身见边界五种见惑，再放下五种思惑，啊，见思惑就是六个根本烦恼，啊，六个根本烦恼：贪嗔痴慢疑、恶见。恶见就是见惑。这个东西是六道轮回的因，把这个放下了，六道轮回的因断了，你就不再受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讲因果，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啊，轮回的因是什么？啊，因断掉了，果就没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好处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出生，小飞虫、小爬虫，啊，蚂蚁是小爬虫，蚊子是小飞虫，它都是一条命啊，不能随便杀它。杀他跟杀个人没两样，要爱惜，要帮助他，他知道帮恩。啊，我们照顾他，他也照顾我。
他跑进房间里面来，无非是找东西吃。我们明白，我们院子里头放一点东西，叫他到那边吃，不要进房子来，他就听话。啊，我碰到一次，我在澳洲，后面盖了一栋房子，做新的宿舍，我搬进去住。第二天早晨，上洗手间洗脸，看到满地是蚂蚁。新房子，它从哪里进来的？我逼得没办法，我叫蚂蚁菩萨。你们从哪里来，就从哪里出去。啊，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，半小时之后，我要来洗脸，要用洗手间。我就离开了，到外头院子绕佛。半个钟点之后回去之后，一个蚂蚁都没有，他真听话了。通情达理啊，不能小看他了。啊，还有一次，我在庐江晚上做晚课，蚊子，哎呦，总有几十个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说蚊子菩萨，啊，求求你们帮助。我做完课，请你不要干扰。他们就盯在墙上，墙上一看，盯了好多，不动，好像入定一样。我完课走完了，睡觉了，他们还没走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还有十几个都盯在那里，他入定了，不干扰你。还是印祖的一句话：诚敬。我们用真诚心、恭敬心对待，就会有感应。啊，如果他不听话，诚敬不够。啊，诚敬心够的话的时候，决定没问题。中国古人所说的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，这句话是真理啊。问题决定不在外面，在自己。啊，自己真正具足沉浸性，小动物都受感动。啊，我们真正可以做到不杀生，跟一切众生共存共荣。啊，我们照顾他，他也会照顾我们。啊，互助合作了，跟这些小动物都能做得到，跟人怎么会做不到呢？人再坏，他都有人性。为什么？他本性本善。啊，只是习气太重了，学坏了，一下回不了头来。我们有耐心等他。啊，敬宗同学尤其要注意到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有过失。我们有过失，希望别人原谅我。我们就要懂得原谅别人。啊，我们希望自己能回头，他也会回头。时间早晚。啊，一直用真诚心对待。不要计较。他有好的地方，我们赞叹。啊，纵然他跟我是敌对，我还是赞叹他的。
啊，我相信我们出自于真诚，他听到了也会感动。啊，他用什么态度对我，我用什么态度对他，良心会发现。再顽固，我相信他到临终的时候想一想，这一生，啊，我还遇到一个真的好人来。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临终才真正明白，一生当中真正对他好的人，真正原谅他的人，啊，怎么样无入回报陷害？人家对你多好，这个人到哪里去了？你居然遇到我，啊！希望你来生做个好要有宽宏大量啊，怜悯一切众生，饶恕他所有的过失，劝导他不要再犯。啊，能原谅他，让他改过自新。啊，不跟人计较，不跟人结怨。啊，决定不跟人发生任何战争。啊，任何形式的战争都不可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